就是来到这个移动巨蛋。那今天是这个开幕，也就是我们强辩之唱第一个耶！在场的每位，你们是第一个进来的耶！好，接下来这个这个移动式巨蛋呢，它会这样持续，每天每个周末都会有表演。那中间还是有一些民俗的一些活动。那大家如果可以有时间的话，也是可以带着小朋友啊，或者是自己的家人来到这边一起看。这个活动呢，即将会持续到四月多，嗨不嗨？嗨！哦，看到你爽，看到你爆，心情不好来到这边心情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介绍一下我们的团员，贝手奥迪。吉他手布鲁斯，鼓手小侯，我主唱黄牛。那今天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，那我们现在再唱一首歌曲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，就叫做《不知道》，谢谢。